这是第一个是的场面，就是真的对愿意来参加的大家非常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办这场活动没有什么主办单位可言，就是只是前几天可能我们有一些同学各自看到了这件新闻，然后觉得说我们都同样的觉得说今天发生在中国的事情真的都让我们感觉到很，各位同学都可以来留言声援，谢谢大家。和那样的一个未来服膺于国际秩序下的中国能够进行谈判，